坚持、专注、固执。有时候是得逼一下自己，因为你不逼一下自己，你不知道自己能做成什么样。身体会多少会有点疲惫，但是大脑还是保持着热血的状态。再次，再次，再次，我们再来一场。但我就是因为蔡徐坤一下子燃起来了，痛痛看，痛痛看，到这边五五六，换吧，再换。One more five, six, ten. Okay, one more time, please. Okay, one more time, please. Cut, cut. You know what? I'm gonna do it one more time with just myself. Okay. 我不累。怎么好？其实当你最累、最不想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坚持一下，累变。他可能坚持下来之后，就会有动力去练剩下的十遍、二十遍，一直是练下去。当你能够克服最困难、最难熬的那一刻，其实我觉得在那一刻一定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练习，就是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嘛。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极限，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比赛中，我也会更加努力的练习，然后更加努力的去突破。尝试给你们更多不一样的我，自己不要拘束于同一个风格，然后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其实会喜欢看到我不一样的人，然后只是万物，让此刻成为一世，我们义无反顾，几十万人仰慕，我对你一见如故。Don't be afraid, let's go. Love, you can be my love. 希望你们能够一直陪我走下去，因为如果你们多陪我走一点，我就会让你们看到一个更好的我。所以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坚持我们的梦想，做喜欢的事情 ，OK， 可以吗？我觉得新的这一年里，我有很多的收获，也学到了很多。希望接下来2018年也是我们一起好好努力的一年，一起加油吧！